保持警觉，队员。 你来的正好，队员。我应该向你提起过要对临时基地稍作整顿的事情吧？这里还是太简陋了，即使是用作临时的落脚点，也有些勉强。为了之后的行动，我们还需要一些能够布置这里的物资。 莱尔之前在街道上见到了一些货物，看样子是在异变发生前滞留在圣方丹的，也许可以用得上。考虑到这类物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，你可以找个人和你同行。 嗯，这样也好，他对于物资的位置更熟悉一些。 这次行动在计划之外，最重要的是确保安全。快去快回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斗。 姑娘，抵达战场。室友，再次一起行动的感觉怎么样？最近这段时间，简直把我们分别以后的空缺全填补上了嘛。 临时基地里一点娱乐设施都没有，不出来找点有趣的东西，该活活闷死了。可惜啊，以前我就常常听说圣方丹的景色举世无双，现在却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 好了，还是先出发吧，我带路。坦率地说，战斗比开发轻松多了。就是这附近了。行动开始。分头找找看，有什么能用得上吧。 这么多物资，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
回去的时候你离我远点。这个看上去不错，至少休息的时候能更舒服一些。之前我经过了第三小队的临时基地，你们竟然只有一把椅子，还真是艰辛呢。燃尽吧！充能完毕，该收场了。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？我马上。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我马上。嘿，找到有用的东西了。三东西就交给我吧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交给我来带回去吧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搬东西就交给我吧。嘿，找到有用的东西了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搬东西就交给我吧。队长吩咐的任务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我马上。好的，队长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这条路，好险，差点就掉下去了呢。前辈，我们能都拿走吗？
队长。别这样，我们不是来拆迁的。我马上。我感觉有信心了。好的，队长。好的，队长。盾机动型，我马上。这么多物资，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一条路，看来分工合作的时候又到了。我去搜寻物资，这些怪物就交给你了。事先说好，这可不是我偷懒。队长不是说过了吗？要尽量避免战斗，我也没办法。斩尽吧！不错，这些都可以用上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前辈，我们能都拿走吗？先干正事，之后再闲逛吧。好险，差点就掉下去了呢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好险，差点就掉下去了呢。哇哦，是旋转木马。可惜啊，都泡在水里了，不然大家可以其乐融融地坐上一回。就像电影里有许多朋友的人一样，真好呀。是测试一定时间内可以换成多少只木马的敏捷度训练器械吗？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对不起，咱们还是专心完成任务吧。要是有车就好。这么多物资，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0019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要是有车队，快锁定贯穿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行动开始，抓紧时间。好像不是这个方向。
要不我们先回头吧。搜索敌方单位。哦，请交给我来带回去吧。要是有车就好了。行动开始。抓紧时间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再见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听我指挥 ，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指挥，抓住！听我指挥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命令要求。指令收到，队长，燃尽吧！听我指挥。速度贯穿 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
我们能都拿走吗？前辈有玩过阿拉哈托吗？超有趣的。行动开始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行动开始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注意搜索敌方单位。哦，挚友，速度比我想象中慢了一点啊。哎，这里还不如刚才呢，只找到几个轮胎。也一起带回去吧，就眼下物资匮乏的情况，谁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。不过是发生了异变的原因吗？圣方丹的生活也太枯燥了。走吧，总得找点能调剂基地生活的东西才行啊。第三小队的前辈看起来很可靠，嗯，我也要加油。马上，似乎是刚坍塌了不久，这次总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物资了吧。知道会这样了，难怪看起来刚坍塌不久。志瑶，生活的伏笔还真多呀。版权解放，手术模式，小心，换成手术模式，小心，黎明妖精，这张有 Ultimate Blade， 版权解放，
一无所获呀。哼，可惜你的身手太好了。不然现在我还可以幽默地说上一句，至少你还收获了伤口之类的。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在市区看看吧，现在这些物资直接回去会让人有些不好意思。我们需要补给和修整。找掩护。找掩护。我会守护你的。队员。请交给我来带回去吧。我会守护你的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这里看起来还像点样子吗？真是想念这种有生活气息的街道啊。等完成任务，一起去喝一杯。不对，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很危险的话？先去搜寻物资吧，我有预感，这次不会空手而归了。天哪，挚友，这可太迷人了！就这一件家具，临时基地的气质就能变得大不一样，就像是赏金猎人们经常出没的酒吧，你能明白吗？好哥们儿，你也太开玩笑了。可惜啊，应该多叫几个人来的。就靠我们两个，想把他带回去不太可能啊。不行，不行，就算只是吧台椅，我也非要带回去几把，否则这次就等于白跑了一趟。啊？怎么会是这么麻烦的家伙？这次还是避开吧。等等，挚友，快去阻止他，那边有更重要的物资。我们需要补给和修整。我会守护你的。找掩护。找掩护。功能完毕，该收场了。速行 ，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命令要求，指令收到，队长。速行，贯穿。功能完毕 ，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要是再让这些怪物放肆下去，我们大概只能带回去一堆破烂了。充能完毕，该收场了。
太好了，还可以接着用。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呀，别忘了我们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，是为了给枯燥的临时基地增添一点乐趣啊。而且你也别小看它，在这种地方执行任务，保持心情愉快比你想象中重要多了。再说了，如果一切顺利，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办一场小型歌会来庆功呢。不知道伯恩尼亚队长会不会唱歌？总之，这就足够了。我们回去吧，布置基地还得费不少力气呢。乔爷，我会守护你的，队员。守护你的，朝掩护，朝掩护。不错，这些都可以用上。
充能完毕，该收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行动开始。抓紧时间，这要是有车就好了。物资回收完毕。全力以赴。燃尽吧！
保持警觉，队员。Thank you.
我再添。一切正常。听主教说，用大阿卡纳给勾装提怪物命名是你的点子。我看了第三小队撰写的任务报告，写得不错，这种别开生面的叙述方式很有启发意义。就和你在报告中形容的一样，虽然外表怪异，但这些构装体的结构其实十分精密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实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。是很好的设计参考，我想实际考察一下。当然是游戏怪物设计的参考，灵感源于生活嘛。我一个人又要战斗又要记录，难免会错过重要的细节。你是队伍中最了解他们的人，就当帮我个忙好吗？我在门口等你。这片区域敌人种类比较丰富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这种漂浮在空中的怪物，应该是负责侦察的类型吧。简单朴素，没有多余的结构，很符合人们对浮游生物的印象。躯体下部伸出的导管，暂时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，但应该这两种动物看起来都很脆弱。我且先记下来。数量众多，这种设计通常用在需要堆量的基础怪物身上。赋予不起眼的敌人自爆能力，是个不错的创意。这样玩家就能培养远距离攻击的习惯了。
这些家伙好像有点眼熟。原来如此，那些导管是连接装置，寄生能强化弱小的怪物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。有趣，和机甲的合体异曲同工。这些怪物开始拥有较为初级的合作能力了，也是受恋人的影响吗？所以他们才会叫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是一个系列。虽然具备一定合作能力，但总体表现还是比较迟钝。啊，结束了吗？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出现了，具备隐身能力的构装体。原理是利用光学特性，根据周围的环境改变身体颜色，从暗中突然出现，的确能带来不小的压力和危机感。数量也不少，大多数场合都是集群分布，看来他们的单体作战能力有限。和这些家伙过过招吧，不要大意，他们的行动方式很有迷惑性。
劲吧！全力以赴！燃尽吧！燃尽吧！虽然能力很有特色，但攻击方式却很原始。解分。而且一旦解除隐形，似乎就很难再进入隐身模式了。都搞定了吗？敏锐的判断，仔细看，地上有痕迹。看到了吗？还有一只躲在那儿。队长 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，燃尽吧，抓紧燃尽吧！听我指挥，速度，一定要紧，随叫随到，随叫随到 ，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。为什么唯独他更难以探测呢？难道是特殊的基因？只能带回去研究了。你发现了吗？这种隐身敌人的能力也有缺陷，在强光下他们无法完全模拟周围的环境了，会暴露自己的痕迹。等一下，确实在设计层面，过于完美的能力反而会让人觉得无聊，在实用性上留一些缺陷反而更能鼓励玩家做出对策。
抱歉，回到正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明明拥有自我进化的能力，为什么这些怪物却依然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呢？我想，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在我看来，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进化还不够完全，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所谓完美的进化。有很多现实例子表明，能力与代价往往如影随形，越是高大的巨人越容易暴露他的阿喀琉斯之种。不会有毫无死角的敌人，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去观察、理解、思考，这是与力量同等重要的武器。相信通过刚才的战斗，你已经深有体会了。回去之后，我让提米朵发你一个文件吧，是由瓦尔特先生亲自编写的《如何战斗》。在迷茫的时候，他曾给予过我许多帮助。我相信你是个很有天赋的人，也能从中收获你想要的答案。零零幺九，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态。